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十题。他说如右图，两个三角形 ABC 跟 BC 注一。好，这里画去垂直，对不对？看到没？垂直。然后这里呢，注AB 跟 BCD 这里有垂直，那这里应该是垂直吧？哦，这里应该垂直。哦，画上去。好，然后这里看哦，他说 AB 等于六，写上去 ，AB 等于六 ，AC 等于八，写上去，注一等于六 ，CD 等于十。然后他问你 B 珠多少？好，那我先讲过了哦。这个单元怎么做题目，知道吗？就简单，你把所有你可以知道答案想去答案出来了。所以请问你，这里六，这里八，这里多少？这段，这是应该十，所以 BC 应该是十吧？六比八比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看这里，那 CD 多少？对不起，不是 CD，CF 等于多少 ？CF， 这里六，这里十，这里呢八吧？所以这里应该是八才对，这段。所以是六比八比十，所以 CF 是八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整个是十，这里是八，那这里呢？应该就是二，听懂吗？这里有个 FF，CF 这边是一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那该改成 C 一才对 ，C 一是八。所以呢 ，C 一是八，然后整个 BC 是十，整个 BC 是十，这里是八，所以这里就二。好，那 B 珠怎么算 ？B 珠 ，B 珠怎么算 ？B 珠就直接两个怎样？平方开根号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等于根号六的平方加二的平方，所以答案等于根号四十。根号四十再化解等于二根号十。好，这是答案。